在题那个范例一里哦，题目说，z 等于，不好意思 ，z 等于二加三 i， 然后呢 ，z two 等于四减 i， 请求这个它的加减乘，那这个应该不难，对不对？来，第一个加怎么加？就直接加吧，两个相加，二加三 i， 哦，加上这个四减 i， 那这个应该不难嘛，就实数跟实数合并，对不对？虚数跟虚数合并，所以答案就变成了六加二 i。哦，第一题，那减的话呢也不难，那就 z1 就是2加 3i， 减掉两倍的 z2 是这个4减 i， 那你把复合怎么办？乘积进去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就变成了2加 3i， 来复合乘积来变成减 8， 然后呢加 2i， 哦，都完全一模一样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也是一样，实数跟实数加，虚数跟虚数加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就变成了负6加 5i。 哦，这个我想看第二题不难。好，第三个呢稍微难一点点啊，两个相乘，那就是二加三 i 乘上四减 i。好，这个怎么乘？就刚刚讲过的方法嘛，对不对？就乘进来，乘一遍，乘两遍，乘一遍，乘两遍。唯一要小心的是谁？刚才讲过的，小心谁？那个 i 的二次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乘一下吧。二乘进来就变成了八减二 i， 有没有？乘以二，乘以二。在 3i 乘进来就变成了加 12i。 好，注意哦，看这边 3i 乘以负 i 会变什么？ 3i 乘以负 i， 旁边写一下， 3i 乘以负 i 应该变成了负 3i 的二次方吧。然后因为 i 的二次方是多少？负 1， 所以变成了负1乘以负3就变成了加 3， 所以答案出来，答案就变成了11加 10i。 好，这个就是答案。好，这个你写一下。